来关心，在九号金门发生了一起酒驾车祸事件，有一名黄姓女清洁队员在清晨呢，在国小侧门执勤，被酒驾轿车撞伤。好，这名驾驶疑似是心虚了，这居然呢一度消失，后来警方花了一个多小时找到他，经过酒测，酒测值高达0.59，立刻被送办。不过最新消息是，被撞到的这名黄姓女清洁队员送医之后伤势过重，家属在晚间忍痛放弃急救。